你行走中国看世界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庙街，妙不可言，卢汉寺附近的庙街，让我们走进去看一看。庙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壁画墙，就大概意思是重庆那些景观吧，重庆那些景观啊，重庆那些景观，长江索道啊等等这些景观，然后走进来呀、很吉利啊。接着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竹竿搭成的一个小入口，庙街集市地罗汉，庙街探长非常不可打卡有礼，庙趣限定开街快闪。所以进来之后，这边就是遇见上上签，好吧，上上签，遇到上上签，顺，人生无解，多喝拿铁，毕生所求，咖啡自由，顺，遇见上上签。这有一个小店，卖酒小店吗？不知道，手工宣传包等等。然后我们走进来，这个它就紧接着在这个罗汉寺古刹的后边。我们刚才讲了，罗汉寺是宋朝时候建立的，宋朝啊，距今千年了，大概是快千年了啊，1067年建的。所以说这是罗汉禅寺。谁给提的名儿？罗汉堂、罗汉禅寺、罗汉禅寺，还是比较庄严的。好，上班和上进，我选择了上香，好吧？上香的话，谁给发工资呢？我在这里等工资，好吧？上香和上进，我选择了上香。所以实际上它有这个药师殿、迦兰殿、观音殿、太子殿、韦陀殿、钟鼓楼、罗汉堂、藏经楼、古佛牙等汉传宗教的建筑。所以开山祖月第一僧林济正宗啊，它是一座比较庄严的古刹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好吧，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归的模样。难道他真的叫爱你孤身走暗巷吗？哪一个吗？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归的模样，爱你温柔那么爽，不肯故意唱，去也去吧。小面加咖啡，烦恼化成灰。小面加咖啡，烦恼化成灰。随喜罗汉妙哉，随你高兴。随你高兴，你给是最好的。罗汉15，妙哉16，来一杯灵丹妙药。灵丹妙药，随咱们的咖啡，罗汉朝天。咱们是不是咖啡是怎么妙哉还是罗汉有什么差别吗？是，我们是面咖咖。面啊面不啊是面咖咖是什么意思？是面是吧？是妙哉，妙哉只是一个。短期的一个，这是个通道，是一个电梯的扶梯的。啊，您这儿是。我们是做面条的。啊，面条是吧？面条，但是也有咖啡。啊，那我来一杯咖啡还是茶？还是有茶？茶现在只有冷萃茶。咖啡吧，啊，好的，哦。加点比较合适。好，烟都如是。椰汁下面是浓缩的厚椰乳，上面是不是我在看你这里边这个是甲子，山中无甲子啊，世事都如烟啊，江湖诗人的啊，从左往右有的问题身上哪个是烟堆啊？烟堆，你说的那咖啡在这个武汉寺边的小街，余生很长，不必慌张，你可以很努力，但千万别着急，无畏勇敢相伴你将所向披靡，新青年活出该有的样子。里边还有这个了黑门儿，这是写的什么呀？黑了门儿，拐了门儿，黑热的批报重庆，热的批报重庆。好的，这个拍好了，从这走过来。热的批报重庆，在这个庙街上走一小圈儿。咱们是喝什么的？苏拉巴。咱们有啤酒是吧？有啤酒吗？里边啊，对的。有鸡尾酒。啊，鸡尾酒，我刚在那边喝了。啤酒里面有。这边是吧？啊，那我过来看这边。
一站喝遍全球，让我们进去看看。这啊，精酿啤酒啊，云酒，云酒，好吧，让我进去喝点啤酒。让我们进去喝点啤酒，看看里边，点杯啤酒，橙色星期三，吃喝省一半儿。嗯。貌似是在这儿吗？咱们在啊，这卖啤酒对吧？啊，好，咱们都有什么啤酒？让我看看。我们这边是精酿。精酿就是都是你们自己酿的？一二三四五六。自己酿的。啊，是。精酿。啊，精酿是吧？让我看看你们卖的比较好的，比较好的。大一点的就一号卖的比较好。一号是轩吉制比利时小麦。比利时小麦。